出发了，出发啦 ！Beyond the wall， 这咋过去啊？我要活着过去。It's really black。啊，这里是《权力的游戏》的那里。当时机在天上。Oh, look at this.黑色沙滩，哎，我怎么卡住了？你的衣服全都是湿的。大家好，我是留言老学姐露露，这是我的冰岛旅行日记。虽然冰岛是去年去的，片子我也在油管频道发布过，但是最近又有小伙伴咨询去冰岛游玩的路线安排，我发现自己还有很多素材没有用，所以就整理一下，剪出这个冰岛系列的影片，希望大家喜欢。首先我们来到雷克雅未克，这是世界上最北边的首都，用三个字总结我的感受就是黑、冷、贵。这里有几个必到的打卡圣地分享给大家。位于市中心的哈尔格林姆斯大教堂，名字太长，我叫它火箭教堂，因为这造型也太像火箭了吧。这座教堂不光外观新奇，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非常的高，以至于从这里登顶俯瞰城市全景成为了投票最多的必做事项。可没想到老学姐排了这么长的队，爬上一个一个的台阶，在楼顶却被狂风吹到无法呼吸。不过这景色也的确是美不胜收。看完火箭教堂，大家就可以在这个小而祥和的市中心找一家小餐厅坐下来。午餐过后，我们步行迈向海边，也就会经过地标性的现代雕塑“太阳航海者”。这里可是一个凹造型的好地方。那第三个打卡景点就是全玻璃蜂巢型的哈帕音乐厅，我叫它竖琴音乐厅。听说在2008年经济危机时，这里差点成了烂尾楼，而现在呢，这里是冰岛国家级最先进的展览中心和演艺中心。从哈帕结束，继续沿着海岸就到了 Old Harbor。本来我们打算从这里坐船出海去赏金，结果天气实在是不理想，只能打道回府。在回酒店的路上，我们还在小镇中发现了一个非常奇葩的地方，小鸡子博物馆。由于室外又冷又暗，当然我们也的确是又污又好奇，就买票进去参观了。里面陈列了动物王国大大小小奇形怪状各种动物的小鸡鸡，就连博物馆的厕所门上都是有一些哺乳动物，比如说鲸鱼，它的小鸡鸡比我们人类整个身高都长。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，冰岛整个国家以旅游业作为最大的经济支柱之一，这里的物价的确是高得非常让人吃惊。我以为伦敦和纽约已经够贵了吧，没想到这里一小块芝士蛋糕就要23美元，溜了溜了。还好我们订的酒店包晚餐，来玩的小伙伴们可一定要记得多换一点当地货币哦，别饿到自己。就这样，我们匆匆结束了第一天的旅途。下一集我将带大家从雷克雅未克出发，去冰岛西岸翻雪山、趟冰河、看极光、探索全游的取景地。我是老学姐露露，如果喜欢这个影片，别忘记点赞、订阅、弹幕、留言。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观看更多有关旅行和留学的正能量影片。我们下期再见哦。 Okay, now let's skate down to the ocean.Can you wait for me? I don't need to walk. I don't need to walk.